从岳霞教授开始推广这个夜点子以后呢，在1989年，台湾虽然在科干方面有周边的规范，但是呢，一直还会很落实在整个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。我们希望一直是民间在推动而已，像在台北也有市场学家推动的夜点子，在南部呢，现在是在高雄的卫士壁这边，但是在台南其他方面可能还是有待努力的，大家在推动努力，所以我们希望经过这个活动呢，能响应大家说有意愿来推动夜点子的，来协助夜点子施工来从事这一块的活动哦，因为最后很感谢那个文教这蔡市长还有吴校长，他们对这活动很大力支持，然后我们提供这个好的空间，让我们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对民有就发生的机会哦。最后我们这次的圆满的活动能圆满成功，谢谢。